Jenny 基属一起逛街，偶然被路人拍进背景。一位网友上传了自己与友人在东京出游的合照，并写下当时拍照没发现，回家后才发现自己身后居然是 Jenny 和基属，他们就离我这么近，但却没能注意到，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。网友们也表示，两位路人肯定在家懊悔捶胸吧。照片中 Jenny 和基属看起来是素颜，也没有戴口罩。基属戴着棒球帽，穿上宽松男友 T，Jenny 以灰色背心搭配白 T 和宽裤，休闲低调又时尚。两人以自然的面貌一起逛街，让 Blink 也感到欣慰，纷纷直呼Blackpink 成员私下感情真的很好，在不和 YG 续个人约后，还能看到成员们同框，真的是很让人激动的事情。